真没带到长的箱啊！来，风牙枪，风牙是有物件要我警阮吗？ 王爷是无法度帮助这个王者嘛，是安怎？不爱帮伊，是怎样？Ken，应该要退了吧？嗯，今天王爷怎么？好像。 来很快，然后一下子就走了。对啊，是这样。今天不太对劲哎。然后感觉他刚没有打算想要。没有要帮他的意思。可能那个他有自己的因果还是什么吧。还是因为他对我们是有攻击性，我觉得应该是有攻击性的关系。但是。 刚王爷也没有说太多，就是没有指示太多。完了，我都看了。 这里，各位，干嘛休息？还有什么？都王爷转干的。还有做什么？无。就王家歹势啊，反正下死的香就放咱遮互伊烧，歹势甲你交了。 直接走出去好了。你先休息，继续。哎，有人写字，到此一游，拍得到吗？把夜视关掉的话，有吗？有，到此一游。 这里是有发生械斗，是不是啊？地板都是碎玻璃，而且是酒瓶的，你过来看一下，是酒瓶的碎玻璃，行不行？ 二零二三嘛，那你看上面，2003就没有在更新了，20年。我们刚才在楼下拆10年嘛，20年。哎，那边有碎掉的酒瓶呢。对啊，所以我才说这里是有发生过械斗，是不是？那已经看起来住过了，真的猜中了，你看。 地板全部都是那个，这个生活过的痕迹。对啊，这里整块都是，然后旁边这里也是啊。
反扭。饮料。嗯。保健食品。保健食品这里。这一间感觉有点像是曾经的办公室。对啊，因为刚刚很多文件。地板那里有很多那个、啊，嗯，磁碟啊，或者是一些印章。刚才有看到几颗零散印章，这都是私人印章。等一下，有一张照片，拍没关系，我再把马赛克去啊。没有感觉加了。你看一下，还有当时的照片。我们一直沿途都有听到一个动的声音，有东西去动到的声音。对。走路小心啊！趁先呢。哦，印章都在这里，你看。这可以拉近拍，没关系。这个拍不到他的人名。声音很明显，哎，蛋，太阳，这是不是那个我看到人的脸？两张一，那个不要碰，那个不要碰，两张一道，在那里。好险我看到，因为上面全部都是灰尘，你打踩到懵掉。好加载。对啊。那记得以往如果去探险的地方有碰到类似的东西，都会出蛮多问题。我看它好像是三层楼，因为这边还有一层可以上去。我帮你照。骗你后面可以吗？可以。哎，靠呀！血迹，是血吗？哎，是。从外面进来的动物吗？哎，干掉，可是看起来没几天呢。从外面触手，你看，你稍微拉广一点，看一下外面。对，从外面进来的，应该有可能是动物吧。动物的机会可能就大了。这里也是，哎，沿过来的，停了。这应该是被挂在这里的。可是怎么会从这里血迹这样子出去？那应该是从里面跑出去的。因为如果从外面跑进来的话，血迹不可能只有到这里，对啊，不可能到这里就停了。刚才我们在楼下有很多那种野狗，可能是互相撕咬攻击，然后在这边受伤的。对，因为我们刚才要进来的时候有一群，对，大概六七只有。嗯嗯，我们进来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笔记本，看一下。掉了，哇，烂掉了，这有办法开吗？有床啊，不是笔记本啊，书啊，
三明像，有没有听到？那一条，你看那一条在动，那一条在动，有啊，有拍到啊。不可能是风。来，一镜到底过去，确认没有人。我这边有人在动，听到声音之后就开始在动。来，到了。我们下去把那个香看它有没有全部烧完了，有烧完的话我们再离开。要烧到底了。我们先离开哦。